叫耿耿，耿耿于怀的耿。许多年后回想起高中生活，很多都不记得了，所有的一切都像流水账，细细碎碎的，捞不起来。我不记得我们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但是我记得你。我记得那三年，不管我朝哪个方向看，余光里满满的都是你。你总是说，青春从不曾永远，而那时候的我们，就是最好的我们。2008年是特别不平凡的一年，记得那年发生的全是大事儿。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神舟七号飞船冲向了太空，五月天时隔两年终于发行了第七张专辑，还有就是那年我中考，作为一名普通初中的普通生，我一时冲动报考了全市排名第一的振华中学。我爸安慰我说，咱的目标是保住分校，力争自费。可他做梦都没想到，我竟然考进了振华本部。我就说吧， impossible is nothing, just do it。 什么意思啊？没有什么不可能，做掉它。嗯，帮我拍个照吧。来来来，会这丫头叫简单，从小就脑袋简单的一塌糊涂。我们俩小学同班，读到四年级，她转学去了汉口的实验小学。没想到相隔多年，我俩在这省里会师了。哎，不好意思，同学，不好意思。你笑什么？你看啊，我名字左边那人叫耿耿，跟我的名字连起来正好耿耿于怀。你叫于怀啊？对啊。你看我干嘛？我就叫耿耿。那咱们以后就是同学了。耿耿，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走，带你认识个新同学。很高兴认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命中注定要做好姐妹吗？因为我们仨成绩最差呀。打今儿起，我们仨就是班里的垫底姐妹花。呸呸呸！什么垫底姐妹花呀？逆袭姐妹花！大家安静啊！欢迎大家来到振华，我呢叫张平，是咱们五班的班主任。如果大家对这所学校有什么问题的话，尽量也不要来问我，因为我也是新来的。好，那咱们先把座位给分一下吧。熟悉的朋友呢，如果想坐在一起，我也没什么意见。我呢，向来推崇民主的。
好吧。好。那咱们现在开始了。哎，等一下，老师，我还没说呢。啊？那你说。我要跟那个耿耿坐一块儿。耿耿？谁是耿耿啊？哦，他个子高，得坐最后一排。你愿意跟他坐最后一排吗？小小年纪，别往歪了想。别往歪了想。我叫耿耿，以后我们就同桌了。大家，下面让我们欢迎优秀学生代表盛淮南同学上台发言。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大家高二大神，我是高二三班的盛淮南，盛淮的骄傲，很荣幸能在这发言，连续两届奥林匹克未进赛第一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已经成功迈开。不过我听说，这一届的物理竞赛第一名初中就在我们班，一晃而过。谁啊？谁啊？我们由一个个少不更事的少年，谁锤炼为焕发青春气息的高中生？他，振华中学，这么变态，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这货怎么会是物理大神呢？喂，报告老师。谁来呀？余淮在睡觉。耿耿，你同桌睡得香吗？香。那你是不是应该照顾他一下？哎，高中物理竞赛，怎么了？站起来！这是你睡觉的地方吗？老师，我也没办法。什么叫没办法？是不是你都懂了？我听不懂就听。听懂了后来没意思，就听睡着了。生理反应，控制不了。那好，你就把这句解释解释。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就是三杯很淡的酒下肚，然后。晚年的痛风来特别急。安静，不要笑了，给我安静下来。老师，我能坐下了吗？你给我出去，站到教室外面去。你什么都不要带，给我出去。好，我们接着上课啊。自打我上高中就没见过罚站这种事情了，更何况这是振华。老师好。余淮这回算开了先河，当上了振华高中罚站第一人。坐着举起酒以后，
禁不住的举酒浇除，但还是挡不住那阵阵秋风的寒意，也挡不住那凄凉冷寂的丝绸的你讲不讲道理啊？上课睡觉你还那么嚣张。我不是挺讲道理的吧？啊，我现在真是特别后悔。你后悔什么呀？跟你做同桌啊。哪天你要这么不给我面子，我怎么办？那我教你一招。说。听好了，这招特别灵，到时候你就叫我一声小爷，小爷保证放你一马。你滚！哎，你看嘛，每次都是98分，就差这2分。你看。在振华，成绩就是一切。像我这样的笨学生，背过的公式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喜欢拍照，那些不愿意忘记的美好瞬间，只要摁下快门，就再也不会被岁月冲淡。他们随手丢弃的青涩年华都在我的相机里，可我却把自己那份留在了照片的背后。金秋九月，秋高气爽，在低温酷暑的季节里，新的学期开始了。在那。哥哥，听说你那个同桌出名了。哎，真没想到，这破摸底考试竟然全年级第一，简直不是人。你俩别给我提他。提他我就来气。好了，今天早上不是考试吗？他提前第一个交卷，你们都看见了吧？怎么样？我怎么样他个鬼啊！我就是张空白的，他又不是没看见。那他肯定是故意的。结果后面我不是考了46名吗？他全班第一。没想到他还要挖苦我，这回我死定了。你别着急，这事儿得慢慢来。你这多考几次试啊，你就习惯了。要你管！早就看出来你不是尖子生了。为什么？因为你包书皮啊。我要把座位给换了。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对呀，出来混迟早是要管的。没错，我倒想看看他能嘚瑟到什么时候。快点，快点！好嚷嚷的，没见过会打篮球的。哎，还换座位吗？换啊，换是吧？哎，还要换座位，走啊！那现在就去找张平儿，我帮你去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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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还没想好呢。我告诉你，跟老娘我来这套，舍不得了吧？虚伪狡诈，嚣张跋扈，尖酸刻薄，真的，他真的，他真的好帅啊！谁啊？
谁啊？王师傅，王师傅，七爷，等等我。简单，哪天你陪我做做轮渡吧。那个多慢啊，磨磨唧唧的，过个桥得半小时。我就想慢一点，越慢越好。怎么想通了？回来享受生活了？武汉这边的工作室接了一个项目，客户非要我亲自盯着。那你这两天要是不着急走的话，说不定能赶上咱们7周年的老同学聚会呢。哇，天哪，一眨眼我们都毕业7年了。耿，我听说余淮从美国回来了。女儿回来了。你这孩子真是的，回来也不提早告诉医生，害得我跟你爸都没来得及买菜。耿耿，那房间啊已经打扫干净了啊，我先帮你妈去啊。哎，怎么你别装了，你就是用这台相机闪了我吧。哎，怕我没投进球，总该有句道歉吧。我凭什么向你道歉啊？我在那拍照拍得好好的，是你偏偏要闯到我镜头面前来。你破坏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好的构图，你还没向我道歉呢。行，算你狠啊。回来，你拍我的照片总得让我看一眼。我靠！把小月我拍那么难看，你给你找来看。你再让我看看呗。这张怎么这么暗？什么都看不清。这电线杆子有什么好拍的？还给我！哎哎，这张什么鬼？这个黄鼠狼这个。这松鼠，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哎，咱俩难得合影，你让我看一眼啊！拍的太烂，我已经删了。哎，都是物理竞赛班的，你瞧瞧人家盛淮南多风度翩翩。哎呦，你是不是喜欢人家？谁不喜欢帅哥啊？我可得提醒你啊，人家可是名草有主的。我就是说一说而已嘛。他是我哥们儿啊，哎，我可以帮你牵线搭桥，只要你不嫌弃当姨太太。你坏混蛋！啊！刚刚，刚刚。我看看，都蹭出血了，傻不傻呀你？要你管！你以为小爷我闲的没事儿？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损失最大是我好吗？爪伸出来！你不在，知道谁给我占座位了？
睡觉谁够高谁。当我是你小弟啊，那你罩着我呀。行啊，从今天起就让小爷我罩着你。从今天起，就让小妖我罩着你吧。谁让你罩着了，白痴！你看啊，我帮你把这事好好捋一捋。你手受伤了对吧？他把你推撞了跌，然后他还说什么？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损失很大。紧跟着他又说，从今往后他要罩着你。不是，他随口说的。他肯定是喜欢你。你们也喜欢我呀？你少跟我们装，听不懂啊？是不一样的那种喜欢，不是朋友的那种喜欢，是不单纯的那种喜欢。绝对不可能。那你干嘛一脸做贼心虚的样子啊？没有啊。那他要是真喜欢我怎么办啊？那就试试呗。stamp A， 这个英雄救美，男人都爱逞能。你就说自行车坏了，他要对你有意思，肯定会主动提出送你回家。到时候你就往他自行车后面一坐，两手往他腰上这么一搂。贝塔，你怎么搞得跟女色魔一样啊？可问题是我自行车没坏啊，这怎么假装啊？哎呦，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啊？那就钥匙丢了。没丢啊。哎呦我去，你这下丢了吧？你干嘛？丢完就走啊。我去你。哎耿耿干嘛呢？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啊，我自行车钥匙丢了。车钥匙丢了？丢哪儿了？我帮你找找。哎，不用找，你找不到的。啊？因为我刚刚都找遍了，我到处找都没找着。丢哪儿了？你也是够笨的。走吧，送你回家。我说什么来着？浪漫啊！哎，以后钥匙别乱扔了。车上什么？他怎么这样啊？也许都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停车！停车！你干嘛？停车！我就是白痴，你刚刚上车我才想起来，我应该骑车带你回家的。走吧。
题是谁出的呀？真变态！这么快就自暴自弃了？要你管！成绩那么差，我不管谁管？干嘛假惺惺对我好？谁叫你是小姨我罩着的人呢？你罩着我呀？我饿了。谢谢啊。你不是说你罩着我吗？你连酒都不敢喝，拿什么胆罩我啊？你喝醉了，我背你回去啊！来，你先干了啊！你怎么沉得跟猪一样啊？你才是猪，非要沉得牛不放。我逼你吃了，我又不是饲养员。天没来上课了，生病了吗？我是耿耿。他生病请假了，谢谢你的关心。我是余淮的妈妈。靠死定了！吓死你了吧，大白痴！你为什么不去死？我参加物理竞赛，上午不一定能赶得回来。有件急事求你，我抽屉里有本物理复习册，是您那位风度翩翩的盛淮南的。我答应今天上午还给他，你帮我还一下好不好？哇，你连他都不知道啊？他可是我们正华的校花呀，追他的人那叫一个前仆后继，每天都有几百人准点的去他的人人网前脑偷菜抢车位。哎，听说还有一个男生，先是给他买了一整年的早饭，买就买吧，关键是他还不说，偷偷摸摸的放在他的抽屉里，然后躲起来，不归他吃早饭。后来被发现了，所有同学都躲着他，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怪胎。我靠，这么变态！我跟你说，这要让老娘撞上，非见了他不可。哎，你放心吧，没人敢给你买早饭。哦，除了雪亮。你滚！我老娘打你！哎，拿来。所以，根七小于等于一，小于等于根十。
这道题大家都听懂了吧？不会的举手。好，那我们就过了啊，看下一题。余淮，老师，这道题我不懂，可以把验证再推一遍吗？好，大家看黑板。设曲线方程为 a 方分之 x 方减 b 方分之 y 方。这种程度他根本不用听，好不好？把试卷翻到第十五题。这道题有人不懂吗？老师，我不会。好，那我就再讲一遍。所有人看黑板。椭圆的右焦点 F 的坐标为20，设 M 的坐标为 x1y1，N 的坐标为 x2y2。因为条件一，推理出条件二。懂了吗，余淮？懂了。大家把试卷翻到第21题。这个题这么简单，不用我再论证了吧？老师，这道题我不懂。余淮，你是不是诚心在跟我作对？这道题这么简单，你告诉我你不懂，你蒙谁呢？老师，我也不懂。我也不懂。我也不懂，老师，我也不会。我也不会，我也不会，我也不会，老师，我也不会。我也不会。好了，都把手放下。那我就再讲最后一遍，你们所有人都把耳朵给我竖起来，认真听，我不会再讲第二遍了啊。谢了。我不懂的地方会自己问老师的，如果还是听不懂，我就问你，你给我讲好不好，省得老师误会你捣乱。还有啊，物理笔记本的事儿，对不起啊。直接说话不就完了吗？写什么纸条啊，是不是傻呀？好，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下面呢是家长会，你们可以先放学了。起立。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家长会就是鬼门关，过不过得去就全凭造化了。妈，你怎么烫头了？漂亮吗？这你同桌呀。阿姨好，我叫余淮。你好你好。我以为你们振华都是戴眼镜的小书呆子呢，没想到这小伙挺精神啊。妈。哎，阿姨好。我是余淮的同桌，我叫耿耿。大姐你好，我是耿耿的妈妈。我们家耿耿啊，这次期中考试前进了10多名呢，多亏了余淮帮他补习，实在是太感谢了。你给我找的人靠不靠谱啊？我跟你说，我不管，穿帮了，你得把钱都退给我。谢谢各位家长。行了，我先不说了。哎，怎么样？我那个唯一款是不是？说什么了？我终究唯一款。爷爷爸爸。咱们留个联系方式吧。那个留我的就行了，张老师。张老师，哎，您好。那个张老师，你们先忙，走，改天再跟我爸好好聊。张老师，啊，我是余淮的妈妈。啊，你好，你好。我这次来找你，是希望老师你帮个忙，帮他换个位置。他那个同桌会影响他的学习。哎，你说这话我就有点不乐意了啊。
我女儿怎么就不如你儿子了？不，看看妈妈，你先别生气，好吧？这事我来处理，啊。张老师，你可能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我丈夫很早就去世了，余淮就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他耽误不起。拜托你了，张老师，就给他换个位置吧。余淮妈，您的心情我理解。不是，是他跟我撒谎了。他告诉我，他，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走了。他说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好学生，我今天才知道他成绩那么差。你别说了，你说什么呢？你知道我不愿意坏学生坐在你旁边。你说什么呀？我儿子有前科。有完没完？你别再说了。他初中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就是差生。干嘛呀？没想到现在这个更糟糕。走了。难怪你跟我撒谎。走了。是个好学生坐在你旁边，我这个同桌是不是让你觉得不自在了？是不是像我这样的笨蛋就只能拖累你、耽误你，让你这个第一名变得像我一样差？你说吧，所以到底我应该管多远？我就是撒谎了，你说的没错。我初中有个同桌，是个插班生，因为成绩不好，他经常挨老师骂。你成天上课不用心听讲啊，开小差，你看看你，头发都染了颜色了。同学们也都不喜欢他，可我觉得这样对他不公平。有一次，我竞赛考砸了，我妈认为是他影响我学习，追到学校，强迫老师给他换座位。我妈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他从来都不会听我解释，我就是跟他撒谎了，因为我想和你做同桌。蒋年年，哎呀，来之前也不知道往手背上涂点芥末。你是不是很藐视我呀？还好意思笑？居然去人才市场雇个爹！张老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这一次您就饶了我吧。老师知道你是借读生。早晚得去北京考试，但咱现在不是没去的吗？咱总得把这个过程给走完了吧？
对不对？这次我就不揭穿你了。哎，当然啊，你也别把我给卖了。以后考试不管考得好不好，都别撒谎了。啊，正常让你的父母来参加家长会，我呢，单独找他们聊一次，保证不会让你被扒皮的，行不行？所以呢，这次国庆合唱比赛呢，我现在就定一个小目标，争前三，保头十，绝对不能垫底。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咱们高二五班呢，虽然成绩不是很拔尖，但咱们综合素质高，比如文潇潇，钢琴十级，咱们学校有几个钢琴十级的，对不对？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样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跑掉那个人是谁啊？谁？凶什么凶呀？不会好好说话呀？没事没事，比上次好多了，但还是停顿的不整齐，也不够明显。大家还可以更好的。这么唱肯定没戏。余淮，你有办法，你来啊。建校五十年，从来没出过这种败类呀！是是是，哎，这太气人了！看主任，赶紧上去把他给我拉回来。张老师，下那么大雨，你第一个不去啊？你，滚，滚，抓住他，别过来！我的鞋，还给我！真是不知羞耻！不知羞耻啊！是是是，校长，您别生气啊！别管我！别闹了！快点！你们都放开！叶晨，如慧！别过来！别过来！叫他们别过来！你算什么本事在这唱？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疯子般的怪胎学长居然平静了下来。起来！
光武安为我们带来黄河大合唱组曲《保卫黄河》。敢不敢来点不一样的？最怕你突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你傻不傻？哎，有本事给我上台上！只要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就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就好像这首歌是唱给我一个人听的一样，那种感觉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那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秘密。这次合唱比赛我们没有名次，因为演唱歌曲没有事先报备，违反了比赛规则。可是张平却说，你们是好样的，你们敢想敢干，敢于表达自己，我张平没有白打你们这个班。说实话，我有点羡慕北塔，他突然就喜欢上了自己的老师，虽然和我一样是个不能对别人讲的秘密，但是他让一切都显得明媚而坦荡。我刚拿了全国物理竞赛第三名。真的？明天周六有空吗？干嘛？
请你吃饭。想约我啊？想约我你就直说嘛。刚刚同学，能不能耍把脸？你太假了吧！再来一遍。刚刚同学，你能上个脸吗？怎么了？不合胃口啊？今天的不一样啊，哎呦不错哦，嘿嘿，真的太好了，好了好了，走开，走到齐了吗？齐了齐了，你怎么？哦，余淮拿下全国物理竞赛三等奖，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徐元亮你个饲养，坏得我好顺。四阳，你个电灯泡，你给我等着！哎，你还是把头发扎起来好看。反正我长得又不起眼，学习也不怎么样，又不会弹钢琴，爸妈对我也不抱什么指望，反正就是混日子了，何必要那么讲究？那倒也是啊。喂，难道你不应该安慰我吗？演一下也好啊。刚刚在分班大榜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可爱。你有点肉麻了啊。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也说不出口。其实我一直特别想跟你说，其实我想说，哎，我演技怎么样？看通道了没？我走了。提醒我呀，说好请你吃饭的。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好看的你好妹妹。小龙虾清蒸的真好吃，可这个剥起来太麻烦。就是懒呗。那。给我磨了。不爱吃啊？老板买单。好好的说什么世界末日啊？怎么了？肚子疼。你不要紧吧？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没事，我要。哎！没事吧？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一定不会在夏天来临，因为夏天是最好的季节，它适合一个人一起逃课，一起淋雨，一起听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就好像一直这样在马路上奔跑，也不用担心不会长大，也不会变老，所有美好的东西永远不会褪色，你握着我的手也永远都不会松开。喂，耿耿，到家了吗？怎么刚分开就想我了？哎，咱们同学会是哪天啊？大姐你傻呀，谁现在还在国内买房啊？房子和地还是永久产权。以前大大咧咧的贝塔，现在每天研究去哪里炒房。夏夏，哎，怎么怀孕还喝酒啊？没事儿，我是黛玉。七年前的简单，简单的一塌糊涂。真的啊？黛云靠谱吗？到现在依然简单的。我跟你说，我请了一个哈佛高材生。我们这个产品相当于理财。来来，哥们。哎，班长变成了大家最不愿意联系的那种老同学，连同学会都不放弃推销自己的保险啊。找我买，给你们打一身折。你呢？怎么不吃啊？来追加菜。你还是当年的样子吗？最不靠谱了！同学们，我们耿耿同学消失了那么多年，今天可是头一次参加我们老同学聚会，是不是得好好审审啊？审！不过啊，我话先说前面，你不想回答可以，但是得罚酒一杯。行。对不起啊，方子，我来晚了。
再发一遍。行了，行了，成了，没少喝酒啊。你还好吗？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这张表每个人都得填，回去呢，自己都好好想一想，跟家长也好好商量商量啊，填完了然后交上吧。女孩子学文科好，将来啊可以报考新闻专业，或者是再选一个语言专业。对，再不行当老师，工作稳定，还有寒暑假。一个女孩子学理科太辛苦了，再说将来就业前景也不好。我当年可是全年级前三名啊。我们倒是替你在找。这女孩子学什么土木工程？学理科那不得活活把人累死。中间马骏我很熟啊，是女孩子干的。人家建筑单位，你出来招男就是不招女的，真不知道你怎么。我爸妈让我报文科，我余华报了理科，我怎么办？余华学理科天经地义，他将来肯定不是考清华就是上北大，你学理科等于找死啊，就为了跟他在一起，知道吗？万一说猴子摘桃不是捡桃呀，男人就是猴子呀，你必须要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让男人上去告你，千万不要让他弯腰施舍你。如果我也是个果子，恐怕余淮不光不需要蹦起来，还得弯下腰捡呢。想看一看高处的风景，吹一吹高处的风，然后静静地等着，等着那只猴子蹦起来够我。从今天开始呢，咱们五班就是理科班了，以后呢咱们就按照现在这个座位坐。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一直坐同桌好吗？你可要罩着我，考不上我就赖你了。对，考不上就赖上他。我知道前途和他都未必能回报我的任性，可看到他毫不设防的笑就都足够了。过了还不行吗？爸，
我一定会靠自己的实力考去北京的。这事还是我看你也算了，都怨你整天的唠叨，你看都快把咱家女儿给逼疯了。因为我没有。还记得那个幸运符吗？我说你用胶带贴上可以防水，可是那有什么用啊？我总有一天会退色，会被洗掉的。酒量还是那么差。我没醉，你信不信我锁你的喉？高地的树真密，听说很多人特意来这种树，然后许愿。树如果长大了，愿望也就成真了。你怎么不早说啊？早说我就带几个树上来了。这种事你也信？看这漫山遍野的大树，如果这些愿望都实现了，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不开心的人？你们说，吃完奥利奥拉屎真的会变黑吗？你回家试试，吃五个甜甜圈还能拉出奥运五环呢。杯子，李春，我们干一杯啊！干，干，干杯！这是棵什么树？不知道。哎，你少浇点，活不成了。走了。你不许愿啊？许完了。这就完了？你还想干嘛？要不我再挖个坑，把你也给埋了。这你种的树，你好歹也做个标记啊。能不能活还不一定呢。你要不就别管他了，几年后你回来一看，随便挑一棵长势最旺盛的，就当他是咱俩种的，多好啊。那以后你生孩子是不是也撒到大街上随便跑，然后18年后从当年高考状元里挑一个最帅的，指着说这就是你儿子，让他给你养老啊？好主意。哎呀，走了。
就让我们永远做同桌吧。娜娜，你们别嫌我烦啊，我呀还得再强调一遍，作文选择题就要涂答题卡，而且啊千万别涂串行了，检查完了再去做填空和大题，每年都有不涂答题卡的这种糊涂蛋，你们千万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啊？听见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我都还没哭，你们哭啥？你们也知道啊，我呢也是第一次带班，有时候啊你们把我气的我都想把整个教室都给烧了。不过话说回来啊，你们可爱的时候是真可爱。我是谢谢你，再见了，我的高中时代。我真喜欢夏天。我也喜欢。如果会有世界末日，末日那天一定不会在夏天。哎，你到家了。最后一件事，给你的幸福。还有四天才高考，我洗澡怎么办？用胶带贴起来，防水。加油！我想跟你考同一个城市。我知道。其实我想告诉你，
好好考试，以后再说，以后有的是机会的。我等你。约好高考发榜那一天在校门口见面，不见不散。结果等到天黑你也没来。我去你家找你，才知道你搬家了，你消失了，电话也停机了。我找了你一整个夏天。后来我才听说你没考好，你复读了，去了11周。我还给你写信，你收到了吗？收到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回电话？我理解的，换作是我，我也不想见人。你消失了，这不是什么大事，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可为什么你要一直躲着我呢？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7年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分别前你要对我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我忘了。这个世界上呢，爱情啊，有的时候它一共就那么多，一些人得到了，一些人就会失去，这很公平。蒋一田同学，怎么连你都变得这么鸡汤了？我这不是在安慰这个傻瓜吗？耿耿，你折腾什么呢？来，给你们看个好玩的东西。啊，你坐我这边。这什么呀？你坐过来呀，坐近一点儿，快点儿啊！哎呦，
往那边点儿。快点。看不见，看不见。开始了啊。嗯。我已经开始录了啊。你怎么不早说啊？我还以为在拍照呢。简单，你先说两句。贝塔。嗯。祝你提前脱离苦海。什么脱离苦海？我跟你们说，要不是因为你们几个，老娘才懒得每天去上学呢。这不，嗯，不管以前怎么那么傻，什么时候录的？我们永远都是《晚秋高地》垫底姐妹花，你不记得？垫底姐妹花。我真的以为用不完时间，我张婷老师，谢谢你，谢谢你，不由得想念老高吧，老高，你变成很厉害的摄影师了吗？求你要个签名，会不会很难呀？别太想我了。哎呀，你发大财了吗？没发财，你别来找我。还有，你不只要背着在别人手里，如果你还没有向他表白的话，你就去死吧！长大后的贝塔，你栽在谁手里都不能栽在炫亮的手里，你给我记住了。你是这么绝情吗？来，子雅，哎，当时你看我就那么说着玩。你想开玩笑就开玩笑，你想闹就玩就闹。你来我这啊！长得好的简单，我也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可是，即使大家分隔在天涯海角，你也要永远和这只死党们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爸，小说的简单，我一定会的。你们都是白痴吗？怎么可能永远在一起？要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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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还记得那时的你吗？那时的你是最好的你，现在的我是最好的我，最好的我们之间却隔了一整个青春，追也追不上的青春。七年，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只要在乎你哪怕一点点，他会这么绝情吗？他就是个王八蛋。他不是王八蛋，他是个好演员。什么意思？我怎么觉得你话里有话？你坐下。坐下。我怎么觉得你有事儿瞒着我们呀？说话呀！
余淮他根本没去美国。什么叫没去美国？他确实是考上了美国的学校，可他交不起学费。他妈妈得了尿毒症。考前，你怎么知道的？有一回，他妈妈住院，正好让我撞见了。那还是在模拟考的时候。哎，哎呦，不好意思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让妈住院吧。为了治病，他们家把房子给卖了。余淮报了工学院，还没毕业就找了份工作，一边打工一边照顾他妈妈。他走不了，为了不影响你高考，他拼命的演，演得像个没事人一样。如果这些愿望都实现了，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不开心的人？后来你走以后，他通过各种途径打听你的消息。请问四十一号床的病人在哪？他难过的时候，他已经出院了，就找我来喝酒。喝着喝着，他就哭了。他听说你发展的可好了，他再也没有脸来见你了。他先慢点喝吧，慢点。去休息吧。你不是今天就回美国了吗？我现在就在医院，他们说你天天晚上才对着病床，你根本就没去美国。你为什么要躲着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刚刚，我们再也不是同桌了。以前的生活结束了？没有结束。怎么可能结束？以前的我那么平凡，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是因为你我才变成了今天的我。刚刚，你现在变得更好了，可我再坐在你旁边了，我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余淮了，一切都结束了，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余淮，余淮，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水族馆，你看到鱼缸里的鱼游来游去的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呢。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要，
想看到你笑。好听又好看的你好妹妹，我是浩，我是秦昊。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个大嘉宾，知名歌手怪胎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怪胎。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很荣幸能够请到怪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年暑假横扫各大榜单最红的师傅，麻烦把声音开大点。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就是这个灵感到底来自哪里。我当时喜欢了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哦，喜欢了三年。毕业那天我做了一个决定，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站在操场上大声地对着我们班的窗户唱了一首我自己写的歌给他听。学校没有开除你吗？差一点，还好有一个男生当时在大雨之中拉住了我。因为当时刚好我们学校在准备一个国庆的大合唱的比赛，他就说你有种的话就跟我一起上台去唱歌。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凭什么？他说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女生，但是我不敢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唱歌给她听。所以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跟我一起唱，在台上唱歌给她听。刚刚其实我想告诉你，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分别前你要对我说的那句话。我忘了。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人就爱说反话。那个女孩后来知道了吗？可能知道吧，也可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你默默地喜欢他，但是把很多的感情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里。其实怪老师这首歌就非常适合所有在感情中默默等待和付出的人。是的，只要你还是一直喜欢他，直到时间停止，都不要放弃你心中的希望。
你白痴啊！旁边这人叫耿耿，跟我的名字连起来，正好是耿耿于怀。这是我们故事的开始。就让我们从这里重新开始吧，也不枉我耿耿于怀这么多年。